大家好，我是 Yuki，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Yuki です。今天呢，要带大家呢去我平时买菜的商店街走一走。虽然呢之前有拍过，不过这次呢要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条商店街的巷口呢有一间面包店，它的人气商品呢是它的咖喱面包。今天呢就带大家去看看我们社区的面包店。这间店的大小刚刚好，很温馨的感觉，卖了很多各式各样的日式的面包。今天呢，我是要来买他们的招牌咖喱面包的，架上呢只剩最后一个了。这个甜甜圈是柚子喜欢吃的， K 先生喜欢吃肉桂卷。今天呢买了三种面包。其实呢说实在的，我觉得日本的面包店的价钱呢有一点小贵，平时呢都是买超市的面包，面包店的话呢大概一个礼拜一次左右吧。虽然呢这个咖喱面包的价钱呢在日本的超市呢可以买一个便宜的便当了，不过呢这个咖喱面包真的很好吃。它的表皮呢很脆，可是面包很软，里面包的牛肉咖喱酱的味道很浓郁，好好吃。介绍完面包之后呢，就带大家呢去逛逛一下这个商店街吧。我住的大田区呢算是东京呢比较早开发的地区，所以呢整个大田区呢算是一个旧城区，自然呢就有很多昭和时代呢淳朴的商店街。说实在的，比起东京都心的繁华街区，我比较喜欢像这样淳朴又充满生活气息的商店街。很庆幸呢，我们家旁边呢就有一条这样淳朴的商店街。这间店呢卖了一些腌制品呢，还有一些鲜贝。这是一间卖手工面的店，中午呢还有卖日式炒面，一盒呢是200块。旁边呢还有一间咖啡简餐店。这是一间和果子的糕饼店，过年呢卖年糕的时候呢有好多人在排队。我们家呢这条商店街呢其实真的还蛮方便的，几乎呢所有的生活用品呢都可以在这里买得到。这是一间呢卖着日式家常菜的店，也有卖一些腌制品。这间店的生意呢也不错，常常呢都有看到很多人来买。这里有一间文具行，这是一间药局，这是一间百元的超商，我也常常来这里买东西。
这间呢是卖水果跟蔬菜的，它的种类很多，它的生意非常好。我偶尔呢也会来这里买菜。这里呢是一间面包的工厂，它外面呢也有卖一些面包。这是一间海苔的专卖店。对面呢还有一间茶叶店。这是一间美甲工作室，这是一间妇女的服饰店，这里还有一间百元商店。这是一间小小的红酒吧，旁边呢还有一些餐厅。这是一间炸猪排的便当店。这里也有一间面包店。这是一间1000元的理发店。这里还有一间水果蔬菜店。这是一间中华料理的餐厅，外面还有卖一些便当，还有卖一些中国菜。这是一间二手的服饰店。这间店呢也是卖便当的。这间店呢是卖鱼的专卖店。这边还有一间和果子店。其实我们家这条商店街呢还算蛮长的，每次来买菜呢也会顺便来散步。这间店呢是卖寿司的。这里还有一间饰品珠宝的专卖店。穿过这个马路呢，地铁下面呢也有一间面包咖啡店。这是一间年代很久的服饰店。这楼上呢还有一间麻将馆。差不多走到底了，我要往回走了。这是一间修理鞋子的专门店。这里呢，还有一间小小的不动产的中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中古屋的价钱。
这旁边呢，还有卖一些日式的小杂货。这是日式风格图案的口罩。旁边呢，还有一间卖米的专卖店，还有卖一些杂货。这是一间妇女内衣的专卖店。这里还有一间小小的花店。这里呢是一间宠物用品的专卖店，带大家呢逛了一圈呢，最后呢我要来买菜了。这间蔬菜店呢是中国人开的，常常呢都会聊几句中文，我觉得很亲切。毕竟呢每天呢都讲这么多的日文，有时候呢真的很想要说中文。挑完菜了，我要买单了。这天呢，就买了这几样菜，还有鸡蛋。某天中午呢，我又到了这个商店街的附近呢，准备买一些和果子的点心回家。这糕饼店的旁边呢，有一间花店，我觉得很漂亮，我常常呢，也会停下来看一下他们的花。旁边呢就是和果子店了。今天的麻薯串呢在打九折，所以呢打算呢买一些回家。这间和果子店呢小小的很温馨，里面呢都是卖一些传统的和果子。因为离家很近呢，而且价钱呢便宜又好吃，所以呢我们常常过来这里买。今天呢打算买三只的麻薯串回家。买了三色的麻薯串呢，还有红豆泥跟栗子泥，准备当呢今天我跟柚子的点心。下午2:30了，柚子从学校下课了。我今天呢突然拍他呢，他虽然觉得很疑惑，不过呢他看到镜头呢也习惯了。当初呢会拍影片呢，也是他说呢他想要当 YouTuber， 所以呢他现在看到镜头呢都很自然。妈咪今天有买蛋糕，你要吃吗？嗯。可以。你要吃哪一个？你要吃这个，我觉得很好吃。柚子呢很喜欢吃呢没有馅的麻薯，所以呢我就猜到呢他一定是选这个三色麻薯。今天的日常购物呢跟居家生活的影片呢就差不多要结束了，希望你们也会喜欢。还是很感谢你的收看哦，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大家好，我是柚子，欢迎订阅，谢谢收看，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